这也太狂了吧！而且 ，Oh my god！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每次开播前都要搞这一出？什么才迟到四？哎，拜托，已经够晚了，这位先生，够晚了，再迟到你们就不用看了。其实，亲，你这什么头贴啊？这是你吗？你这你现在跟上流行也太晚了吧？这是800年前在流行的东西耶，卢诺先生。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天必须要用个滤镜。真的，你知道，其实我很爱穿白色，所以每次在镜头上看起来就会极黄。有什么可以遮掩这一切呢？没有办法。好了，这样看还是好一些。这很正常。OK， 有白吗？这马尾有一点可爱。早上喝到天亮吗？你今天是上一个大夜班吗？不是，我很常绑马尾，你是第一天才认识我吗？奇怪，这夏我想下夏天不绑头发都是疯子。哎呀，晴天来啦！谢谢晴天的尊情 ，Good boy， 谢谢晴天，白爆了。等一下哈，这样我把美白开到一个七十六，可是看起来是，哎，我不会讲啦，每次穿白色都这样子，烦，知道吗？每次都要担心，但是我的衣柜就真的有黑，就只有黑跟白，目前真的我的衣柜没有在改的。每次那个我朋友来我家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衣柜借我看一下有什么好料的，一打开发现，果然没有什么好料，就是黑跟白而已，而且衣服都长很像，好吧。哦，我要先播个音乐了。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我特意留到今天才要开的。等一下，今天留言很多呢。好了，每次都很多。什么才迟到四分钟？本来想说你开台就要说我睡，我要睡，但是看到嗡嗡这么正，我就有精神了。你的意思是就只有今天限定吗？关于正这件事情，不敢到天亮了。对，我真的不敢，我认输，我先认输。没有啊，我讲这个时间能到这个这么多人这么多留言已经算很不容易，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看好不好？不能，绝对不能，不可能吧？波喜，哎，波喜不是说好你要换次子的图片吗？今天不是早餐台吗？我就迟到是嗡嗡的人设啊，早餐吗？不止早餐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哎，等一下，郑宇威，谢谢肥肥的可爱羊驼，哎，毛毛好久不见啦，毛毛，这鱼就不用睡觉了吗？啊，你现在过暑假，好，我也想讲这一句，你知道吗？他现在暑假，你们就别，我讲好了，这样讲好了，就算不暑假，他也都这个时间睡。我不要，我否认傲娇属性。哈喽，你居然飘了吗？傻什么？天哪，你看看你进来一点都不友善，大家对你的态度，我来刷个存在感，嗡嗡你好棒，小硕，竟然真的这个时候开哈、啊，等，飘太快了，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你们呢。你今天有去公司吗？没有，我今天没去公司。怎样？你去公司堵我是不是？你半夜开播是不是知道我看了你的生前业配，我看了睡不着。礼物区有你的礼物吗？回复一下晴天，晴天，我看到你的小盒子了，怎么办？你是不是又爱又狠？我感受到，我那时候发想说，我的小儿子应该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精彩的，没有精彩的留言。回乌诺，没有，我最近都没有去。谢谢摸摸的行李箱，既看到你的，就寄出跟什么几天内会收到那个东西，那个小讯息之后，我就没有进公司。好吧，下次进公司应该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今年有点可爱，今年你是现在是12:30，是到了老人该睡觉的时间，你是不是？上次没跟到，勾勾没了。哎，对耶，哎，对，上次阳光为什么？你是睡着吗？对耶，难怪我觉得好像那一次有少了几个人。深情告白了，今天我们深夜签个到。哎，你们明天不用上班吗？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小易说腰好了吗？没有，我真的是我不是很想，我不是很想要一直讲说腰痛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什么老人病之类的吧？真的是老人病，什么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就看了两个诊所的复健科都没有用，所以我现在应该是要转诊到神经外科去，目前是。明天星期六，虽然我有活动，但我还……你有什么活动，乐乐？你不会是要跑活动吧？哈，乐乐，还是你有自己个人的约会？今天早上要上班啊，但是还是想嗡嗡了。欸嘿，我现在上班来啊，欸，改了时间没看到，以为我不开了啊。对，那天我好像晚蛮多的，对不对？啊，明天我是……谢谢竹轮的红玫瑰，明天是谁的、啊？明天是谁？七月吗？七月，对啊，为什么米家都要上班？哦，对，礼拜六有开，可是开蛮就是开早上嘛，是不是？礼拜六有开吧？我好像没有那时间记过哎。明天我捧捧表演团体，谢谢阳光公的礼物，跟冬粉的闪光星星，冬粉。说到冬粉，有点想吃火锅，真是感谢冬粉。早餐要吃什么？我先定。我没有跟你说我要吃早餐，你在哈喽，绿哥，你要吃你？我跟你讲，每次都这样。有一次我记得我说开到几点，那时候开到半夜一点还两点，你不是说哎太累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要先去睡了。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要开七个小时、八个小时都跟，谁信啊？两点就在那边喊累。现在应该还有火锅哪里？你说海叉捞吗？海叉捞应该在讲这个吧？全台北应该只有海叉捞跳这么玩了，我猜。哦，不对哦，不是只有海叉捞哦。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跟啊，多晚都跟。我不想要让你就是在发育的时期熬夜，你知道熬夜就会变得跟绿哥一样怪怪的。我跟啊，我就跟笑你不敢来啊，我单你不要吃黑楼星的话，谢谢。有二十四小时，海叉捞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哦，还有我生日会，哎，这首歌是真的很耐听，他那个哒哒哒哒，嗯。别遮啦，美貌遮不住的。哎，塔瓦哥，最近话变多了，知道吗？我有点感动，好希望你可以在 model model Hayaku， 你起来怪怪的。今天开的挺快的，小梁波切果然翁公主。哎，我看看你今天换什么。哎，你知道你这个你放的这张头贴刚好，我那时候原本在想我要这张放首页，不是放第一张还是那张，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叫什么第一张图放第一张，我那时候犹豫超久，所以我本来其实早上可以发，就我犹豫到晚上，还是没有一个结果，知道吗？就某一届冠军，我只看到尾巴，这是哪一家的也不告诉你，你居然听得到吗？我把它关掉，给你们个提示，就是没有色彩的，比较没有色彩的新闻台，好不好？如果我说有色彩的话，我现在应该会被出征吧，所以我就算有颜色，我也不能说有颜色没有。我来看看今天会有多少人跟台。今天其实我赶得很临时，你知道我那时候因为我是九点半的台，就我那时候其实很早就知道有工作，就忘记了，忘记 po 现实动态，我很抱歉。绑马尾比较凉，绑双马尾可以双倍凉。那我绑三马尾是不是可以三倍凉？是不是三倍凉？那就变成那个三太子了。你是第一个过十二点开台的人吗？我记得其实之前有个规定说尽量不要开跨夜的时间，就莫名其妙这个叫什么？这个规则就没了。好像应该是不知道是没还是根本没有在注意。你是不是忘记我跟 Mina 生日只差？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Mina 什么时候生日，你知道吗？十二点半来说没很行。我那时候跟姐姐说，欸，要发现实动态的时候，然后就说你这样再开到两三点哦。我说可能没有办法，应该会直接边睡边开，然后被 shut down。零到六点不能开啊？真的？真的假的？我没有发现欸，而且我是被我允许了这个改时间的事情被允许了，好吗？也是因为工作啊，不然其实你们如果怎么讲，我如果要改的话，就是要改到明天或后天欸，你们要吗？你们要吗？所以你不是跨夜，是今日最早开播，所以呢，你们今天体力还好吗？我只想问这件事情。这时间应该是大家就是哦，一周忙完，礼拜五好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居然被翁同学绑架，
就是被你的直播绑架，打电话找拉瑞姐姐起来，哎呀，他最近太忙了，我没有办法，我也叫不动他，你知道吗？真的，当然可以啊，我准备好好吃早，来，你现在生早餐给我看，你现在去找一家早餐店好不好？什么美差美啊，什么假差霸啊，还有什么拉差啊、哦？你去生来啊，你去生给我吃。有没有看看？欸，不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想听。我难得想要分享一个你们没有兴趣的东西哦，不是钢弹，最近钢弹搞死我了，我暂时不想看到钢弹。但是我先分享这个小的好了，因为我最近去抽了，哒啦，五等份的花甲一番赏，就是新的。然后我看到它的 A B C D E 赏都是都是精品，所以我就抽了一下，想说这样中奖几率比较高。因为照理来讲，一般一番赏的话都是 A B C 赏三支啊，最多就三，至多三支精品。然后这次五等份就蛮多的，而且都是花甲版本的。小梁，来，我跟你说，你先收回你的三九最高。我其实最想要的是五月跟二奶，我就想要这两个。但是打开居然是你们最喜欢的三九，怎么办？请问有人要帮我消化吗？五等份的花甲，你是认识我第二次喜欢这个的吗？哈，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女生哦也是啦，女生不会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其实这个是后宫番，就是你知道男孩子会比较喜欢，可能你就会把自己认成风太郎这样。好，三九。开这么晚，你看看你，我有发限动，谢谢小梁的玫瑰。其实我没有看完，因为我觉得前面有一点闷。怎么讲？我是跳着看的，然后纯粹只是喜欢里面的角色。第一个是谁？你几时重现五月的 cosplay？ 你居然知道这件事情吗？竟然是三九，对啊，就是墨菲定律。然后我还就抽了。抽，但是我忘记我把它丢哪去了。反正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一次的一番，我没有想要帮一番赏打广告，但是如果要的话，欢迎。我自己是时不时就会去抽一番赏的人，就是这一次我最期待的是火影忍者，花架真的，对不对？欸，你懂 Boshi， 他其实真的不算是，因为我是漫画派的，然后我看漫画看到后来是真的我受不了了，我就先暂时休息一下，等它完结，然后再去看一下结局怎么样。就事实是，还是差不多，就只是角色比较吸引我而已，大概是这样。好，最近7月21号，大家如果对火影有兴趣的，记得去卡位。我觉得这一次一番赏的那个奖品很不错，好不好？我没有帮他打广告，只是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去分享的美好。记得 A 赏是鸣人 ，B 赏是佐助 ，C 赏是卡卡西 ，D 赏是波风凑。Oh my god！你看看这个几率该有多高呢？而且都两只哦！好，暂时分享完毕，暂时啊，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看一下哈、哦，我有看错没有？就是这个时间 ，TP 第一人，报告听不懂，没自来也不熟，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哎，你真的没有童年哦，李乌诺。那我抽 D A B C D A B C D， 哎、欸，我也是，我想要 D， 我想要卡卡西跟波风凑。好了，刚刚我话说到哪里？我回来，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看，我只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喜悦。7月11号首开卖，我的童年都是欧头星，谢谢黑流星的野猪冰冰，我不知道怎么抽，回一下乌诺，但是我没有很想回，你好意思哈？这位大哥，我是要叫你哥的人。你说你的童年都是我，你是在肚子里吗？还是你是 S 赏吗？我是最终赏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抽。真的，大家就觉得是一番赏来找我业配，真的没有这件事情，好不好？纯粹是我很喜欢去花钱买一些小垃圾，小垃圾，我自己会买小垃圾。好巧，我的童年也是欧头星哎，哇，那我的童年是谁？我的童年可能是我不想要让这边的人躺枪，所以我还是别这样。我们不是青梅竹马，你不是看着我长大吗？一个是看着嗡嗡长大，一个是看着嗡嗡长，什么意思？看着嗡嗡长大，一个是哎、欸，就你会玩这种中文梗，来跟你拉塞，反正明天有局睡到醒，你还敢讲？你那个握手会那天
是吧？是握手会那天，握手会吗？还是合照会？合照会那天呢、啊？我都没跟你算账，你还敢来？打死你！哎呀，汪汪不让了你，各位，等一下。米迦勒太神了，我根本看不懂。我跟你讲，会玩这种就是看起来很像的字的，只有米迦勒，其他人都不会，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他的特色，这应该算是米迦勒的人设吧，对吧？就是中文小天才 ，maybe 中文小天才之类的。很撒哈。我问安安，你有没有拿东西给他说有这回事吗？我有我的东西，算账看到鬼，我又没觉得是谁，为什么会有一个穿着？谁是肉肉的吗？我的童年才是翁姐吧。好了，这我可以接受，好不好？你的童年有我的陪伴，有我这个姐姐的陪伴，所以这个合理。但那两位现在就是准备要退休的老人是 ，Hello， 嗨，怎样？就你，不用怀疑，就你，好不好？这个在飘的这位，嗡嗡不让了，你们今天交出来。这个是在讲林凡爽的事情吗？什么？我才18+20吧，对吧？这时间我应该不会暴毙在电脑前，我直接肝坏死吗？对啊，刚刚是谁？是乌诺飘过去，还是为什么这时间要工作？还是欧头星认错人？我觉得有可能欸，就是也穿着那个战服，不是战服，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袍长袍。欸，我真的不知道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只有穿着战袍，我第一个就想到高晓晨，好不好？还是其实是真的是你，然后你装死了。看一下，听起来不太舒服。很小，变得不太冷。菲菲，我现在还好哦，还好哦，就是老人病。你在说哪位？不是你，好不好？黑有心。不是你，绝对不是你，你是长老，跟老人不一样。老人是就是四朝之二，然后其他两个就是好宝宝这样子，两个好两个坏，放牛班的跟两个优就是自由生。你今天有很累吗？有一点，其实哪天不累，你这样问我哪天不累，好不好？其实要累的话，你们应该也比我累吧？据你这样讲，你的斜杠的那个。字数比我还多，斜杠的次数啦，次数比我还多啦。嗯，可能是听你这样讲的话，我想跟你们开。哎呀，查查说什么？明天我要跟乐乐见面哦。所以你说乐乐，你说你有活动是明天要去生日会，然后查查也会去生日会，所以你们会见面是这个意思吗？是吧？查查八成是去睡觉了吧？他后面有说吗？说他要去睡觉了吗？今天花博有场次。花博有场是什么场次？杰克，要不要来回味一下粉红梅花的歌？这也太突然了，这个是粉丝吗？哎呀，瑞宇吗 ？Hello， 等一下，完蛋了，这个延迟的时间他可能已经跑了。是我另外的表演活动，帮你补充元气。斜杠的项目不是斜杠的次数，斜杠啊，斜杠是这个吧？写的次数啊。今天工作我长时间用到喉咙吗？说话的频率比平时低，因为这样比较省力气，知道吗？就是整天不管有没有讲话，整天下来喉咙还是会，你有醒着喉咙还是会运作、嗯。明天是有一些个人的事要忙，大家都应该出去放风吧，真好。谢谢慧香的闪光星星，要不要回一下粉红梅花的歌来？我们回味一下，是不是因为最近原子少年？的关系带动一些，带动之前滴滴五二的，就是重看率吗？是吗？滴滴五二，哇，真的很久，时不时都会有几个粉丝跳出来说要听，听什么好？听最经典的，听这个，这什么优秀的开播时间？说你要跟我算啥账？哎，你刚刚是不是跑掉啊？我刚刚跟你讲了超久的耶。我说我是不是认错了？有一个穿什么战服的那个人，我一直以为是你耶。我也可以开导你。礼物在松烟树下，情趣灵魂。该听因为喜欢你了吧？听过800次了，谢谢。有些邮局周六有开半天吗？这样全世界都知道米迦勒做什么了。
帮大家提醒一次。我一直哦，那时候我就是认错，我一直就是那个是到底是谁？你们到底你们知道吗？你们遇到就是有来握手合照会有遇到他吗？谢谢笑笑的闪光星星，你们遇过就是一个戴墨镜的高高的男生。不因为喜欢你，我同意。我们下一首，因为喜欢你。哎，这首也是有点怀念哎，最久的一首。I'm shining like a diamond。冬粉出现了，好久不见，我鸭肉啦！哎，真的有鸭肉这个人哎，谢谢浩毅的爆竹，我是粉丝哦，我是粉丝。嗨，汪汪，还好我这时间还醒着，不然真的要断钩了，我很抱歉。我是不是让很多人都时间都跟不上？谢谢杨光光的粉色音符，然后高晓晨说，所以你要算啥账？我想问一下，你的线上谈话会来吗？谢谢浩毅的爆竹。我很想跟你们分享，我很想跟你们分享，我就是流浪机太开了，你们允许吗？但是你们可能没有兴趣哎，还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就好了，我自己一个人分享这个喜悦。今天要开跨日吗？我现在不就是跨日吗？吕猫，谢谢超哥的闪光星星，团长已经飘300次算账了，你终于看到了，笑死！哎，你真的有耐心哎，团长。我突然觉得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另外一个粉丝可能会不一样。那是什么吃的还是喝的？线上谈话会去不了，谢谢浩怡的闪光星星。不是，是小垃圾。对，不是吃的跟喝，不是你们会有兴趣。绿哥说跨日跨到星期，哇，那麻烦你们帮我把工作推掉，谢谢，我就可以跨日了。台南 Focus 的海叉捞只开到凌晨3点，这个不专业。还是说你们那边比较人流量没有那么多？你要开什么箱？我只是想开一个公仔而已，但是是不是不是漂亮的妹妹？24小时看直播，你们都嘴炮的。上次开4个小时，你们都受不了了，不敢开跨日。线上是什么？我不认你，我是说线上谈话会。Hello， 线上谈话会，宝贝想分什么？分享什么？我想听。24耐久台，好，一个一个回。我突然觉得飘很多，眼睛突然花掉。我想开这个，这几天才上市的，会分享吗？啊！我预购了三个月，终于到了。没事，我没有这鬼东西，我有线上，可是我觉得线上好，我去跟现在差。对啊，没办法啊，你们那时候。我就说嘛，有些人好像改线上是因为怕疫情嘛。谢谢柠檬儿的千千，所以之前好像从来没有线上谈话会过，对不对？所以你们有大概预期是什么样子吗？我觉得应该就是跟直播一样，只是跟单独一个人聊天，好吗？赞哦，说哪一部分？等一下，我就是改线上的那一位嘛，慧香，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你的本人。很期待，上一次看到你是800年前，结果这次还是透过荧幕。不过我现在我那时候线上谈话会应该是看到你们的脸吧，可以吧？而且是不戴口罩的那种，赤裸裸的。旁边还有 Larry 一起陪聊天，笑死！线上谈话会哦，这个我专业的。玉哥那天你明明就有来啊，还是你有留卷？它是可以分开的吗？比如说我50张用50张谈话会这样，但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傻吧。合照会我也有出现，合照会，哎对，哎对耶，哎对耶，哎对耶，啊那你为什么握手会没有出现？会看到脸，因为要确认身份吗？啊，太好了，那我好像赚到了耶，好像我据我所知，蛮多人都改成线上的，哎，开始播了吗？我现在才发现，哎，这 MV 拍得很好哎。哎、欸，玲玲有上镜哦，玲玲，菲菲，你看你们家的骄傲，玲玲真的超级上镜，我的天哪、啊！而且制服好好看哦，我是不是太后知后觉了？这也太可爱了吧！哎、欸，太可爱了吧！
这个太可爱了吧！四小时前，这个东西才四小时前吗？这东西四小时前吗？我怎么记得？哎，等一下，我愣住了，我想到这个东西不是几天前就发了吗？还是？拍得很好哎、欸，太绝了吧！好可爱的衣服哦！等一下，我愣住，我愣住了，我愣住了，真的太美了。这是大概是我前期喜欢的 MV 吧。我说 TP， 前几，好。但是汪汪，今天这时间，我愿称你为作息破坏，你还不是乖乖的来直播间让我破坏你的作息？哎，只是你这样明天可以吗？你不是很早就要起来吗？喜欢那里，小杰那个昨天晚上8点才出来，哈？我怎么已经用话出来很久了？害我以为你听过800次，你还就马上破功。没有嘛，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练习，我每次会听过的、啊。我待会先比你们早听过。你在想什么哈？你们在想什么？我。但是衣服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穿在身上，毕竟进公司时间是不一样的。哎，真的很可爱哎！我可以就是暂时去蹭一下那个吗？小雏菊吗？就是因为太可爱了，对不起。你是不是被我呛绿哥比你大，你觉得不想输，所以才卖个贡啊？咱们家企鹅去，我没有办法，你因为我想，我很想去啊。公园有过去，我很想去，次，因为我只是想，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是衣服吧，衣服很加分，而且那时候真的很呕哎、欸，知道自己有企鹅的时候开心到不行，结果把它从天上掉到地狱。哦，真的，那感觉真的是人生少有的经历，好啦，也是个经历嘛，对不对？而且 Mina 好上镜哦，看起来脸超小了，我是不是应该去称赞一下 Mina？ 就是你没有出现在 MV， 哎，对耶，哎，我跟你说，罚你穿企鹅装跑100圈，这是我想要的吗？我也不想要啊。我说，我刚刚讲什么？我说，哎、欸，真的，全 TV 现在只有我没有在 MV 里面呢、欸。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只有我没有拍过 MV 哎、欸，只有我没有专辑、欸、啊，太可怜了吧！这个应该算是人生成就了，整个 TV 里面最白痴、最波接，然后又没有拍过 MV， 哇哦，其实还蛮不错啦、啊，只有我一个人有哎、欸，看，这蛮值得开心的，其实。好啦，我跟你讲，这个不急，好不好？我们。毕业前至少要发一次单曲，最低标准至少要发一次吧。没有的话，那真的很可怜哎、欸。所以我不会再放过你的，这种唯一先不要。哎、欸，难不成我要在那边哭吗？哭来得及吗？来不及，真的只剩你。对，我那时候在他们那个喜欢你这首歌，对我要在喜欢你这首歌发布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叉叉出现啦。下单竞选吧，查查，你刚刚是去睡觉吗？现在不是有换脸技术吗？把安安换成嗡嗡就好了。您真乐观，哭起来，我等了整晚就是要看这个大场面。哪一个？你说刚刚就是这个因为喜欢你吗？等一下，今天这个安会气死，我觉得安一定会记仇，安一定会说今天你是不是觉得我跟嗡嗡择一就好了？这个不要否认，只需要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周杰伦赞，整张专辑已经听好多遍了。哎、欸，对他专辑是不是？刚刚那个是他的专辑，我还没有仔细看他歌单里面有什么，是不是有旧歌啊？啊，没关系，我等一下看。今天第一次看嗡嗡的直播，觉得你说话好好玩，谢谢竹轮切晃。但是我好像不是第一次看到你耶，我是在浪 K 看到你的吗？但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延迟了多久留言，然后我现在看到你是不是已经跑了？如果你没有跑，你跟我说一声。我必须跟你说这件事情，就是好，谢
谢谢，小声一些，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寄生翁和深安啊，那不是就是泽一的意思吗？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翁翁直播，他去每一台就这样讲了，不用认真，真的，我到底要听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不要理他，这家伙每一台都这样，欸你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讲人家哎，我觉得李乌诺可以，可是落日一笑就先不要，真的，你不要讨呛。那一篇一张不就好了？我有想过，可是这样洗版会分散那个战术。我平常战术已经就是很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很少发文，或是可能字太多，看得太中二了，关于就感觉好像有在下降的趋势，所以我尽量就是浓缩成一篇的。哎，这样好像有比较好吗？有啦，有比较好，有比较好。我们是最值得你信任的果然翁，不跟你瞎扯了，换我来找你算账。等一下，所以你有要来线上谈话会吗？我刚刚是不是没有看到？我还好，还好，我刚刚把北七换成，不然就更尴尬。全程说女朋友是该快就笑爆你了，哈哈。其实哎、欸，黑流星，我们这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你不要再勾起我一个不好的回忆，谢谢。我以为这个已经结束了，我以为这个就是这个不好的回忆已经先画一个句号，好不好？我们就看向未来吧，你只能这样子、啊，不可能回头去修正嘛，对不对？要修正历史的话，我要修的可多了，才不会走这件。我怕我线上就直接跟你干笑五分钟，不会，好不好？我们上一次合照会也没有那样子啊。就是如果我们隔着一个荧幕，应该会好很多。我说关于紧张的部分，哎，说真的，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我超紧张，不是只有你，我看到大家的时候都很紧张，你有发现吗？线上就让你唱歌好了，那不就跟平常直播一样？你合唱会直播说我怎样了？急到胸贵，我没参加，谢谢。水锤明明就有 ，Hello， 哦，你是合照会啦？对，你是合照会，给我一个很大，是合照会，我怎么不记得？反正就是有一次，我没有紧张，只是觉得不是现场有一点无聊。哎，你不能因为无聊就这样浪费你的券啊！你那个券也好歹是花了不少心思。朋友的窝窝蛮放松的啊，可我又可能是看到你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米家都没有紧张的感觉，有一种跟故人见面的，因为米家一来就开始跟我倾诉一些就是心事或者是一些想讲的话，我就觉得很自然。可是其他粉丝如果紧张，我也会跟着紧张，所以呢，米家乐是个好榜样。你用台语台好了，然后我阿妈在旁边。欸，建议不要，不要吓老人家，真的，老人家很脆弱。有让你关布台示众，你不是说我像黑道李喜嘞？等一下，你不是没有来？你不是没有来？我说你黑道应该在线上吧？怎么可能面对面跟你讲？我面对面没有看过你吧？有吗？有看过你吗？有的话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也不是最近的事情啊。没事，车上还能眯一下。你几点要起来？米家乐，我觉得我不要虐待你。今天大概我刚刚几点开？12:30。我今天大概1:30左右关，1:30-2点，至多2点。明天我也要早起，但没有你们早起，所以，哥，你明天会到吧？有东西要拿给你哦。你们不要在这边聊天，我会好奇你们。在聊什么？带一点正能量给翁翁吗？没有，欸，你是说在见面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带来什么东西。我觉得主要是你真的想讲什么，你不用刻意压抑，觉得说哦怕我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那都只是你自己在怕而已，都只是你自己在多想。不要为自己预设立场，不要为我预设立场才对。好吧，你就维持自己，你看这样多放松。等等，我是不是要产生资讯落差了？线上谈话会，你是不是脱坑了？这位小千大大，你是不是最近忙到一个，这个身体都在一半，就是外面了，在坑外。我都不预设立场啊，想讲什么？你没有那天看起来超紧张的，我觉得你先不要。你那天真的不太像平常在线上聊天的感觉。谢谢柠檬儿的亲亲亲亲。1:30哦，刚好明天生日会直接接生日会。1:30，
你们是在聊自己的吗？哎，完全看不懂哎，是在排挤吗？姻缘前几天 MV 八点，怎么可以先偷看？我根本没有紧张好吗？我去见小迪舞才。谢谢，直男就是这么诚实，有时候就是这么讨人厌。谢谢，可恶！什么米米翁认证？小梁，你那个被米掉的是什么字？人家跟我讲，我还去看你直播回放，你紧张死吼。先问问没有紧张，你如果你要有比较性的话，跟别人比当然不紧张，但是还是那天可能因为我们太久没有见面跟面对面，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你好像在压抑，你知道吗？因为感觉乐乐其实是一个，就是跟怎么讲，他其实内心是很狂野、很热情的人，但是有时候遇到可能比较像这种，可能很久没见的人，或是比较不熟的人面前，他就会就是会有一个叫什么防护罩呗，不是防护罩，那是什么？就是我不会讲哎，我不会形容你，你懂我感觉吗？你可以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吗？感觉你是哎，但是其实我知道你内心是很澎湃的。你知道吗？真的，没，只是你单纯太害我，一直都是这样，好像也是哦。而且每次你都被我吓到，突然想到，我每次见面你就说哇，你怎么每次都这么嗨？我想到了，想起来了，衣服好好，对不对？叉叉，这个衣服大概是我们 TP 里面前几好看的，哈哈哈，对不对？要不要再不团购？团购一下。乐乐很狂野啊，今天他好奔放热情哦。我去查，我没有买一秒一秒的握手券吗？那时候应该是你事业正在往上起飞的时候吧，你可能真的没有空看，除非你有就是可能追踪或是开通知，不然其实你应该不会主动去点开来看吧，就像本人一样。好，我可以理解，哈哈哈，我也可以理解啊。你每次看我第一天就是尖叫，我有什么办法啊？我就很想你咩，不行尖叫哦。能见面的次数这么少，对，你这个月还会跟我合照一次，你好好看清楚。这样，谢谢杨公公的无尾熊。为什么会有再一次合照？我们合照不是结束了？我也很想你啊，请问你是乐乐吗？吴诺，你是乐乐吗？我跟你一样，我平常都是手机加。哎，你看，你可以懂吧？你就知道他们讲我波接不能讲，应该说不能讲我们波接，是我们有。事情要忙，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演唱会我 VIP， 看来只有看到了你不要，拜托不要制造纷争，谢谢。他24号买 VIP 是怎样？是那个名额很少是不是？哎，不行啊，你这样子的话，你要穿什么？你要穿原本的那个战服，然后拿肉肉的立牌，这样我才会认得你吧。不过我想我不用讲你也会这么做啦，完全是在多讲的。好，我看一下。啊，全世界只剩你，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认识的话，其实反而没有比较好，哎，现在比较好，因为刚好是在过完低潮期之后认识的话，因为你看嘛，如果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你看这有8个月看不到直播干嘛的，不能聊天，然后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不会觉得绝望吗？所以我才觉得那些能撑过8个月的粉丝很厉害，他们居然不离不弃，八个月什么都看不到，哎，你看看。真的很难过，没有在七 MV 中看到我吗？真的8个月回来之后什么？对啊，例如你的心，我觉得变得最多的是你的心。我看透了你的心，里头还有别人的背影。我也撑过8个月，关你什么事？你是后来的。欧头星特效，这里谁要当？什么欧头星的这个吗？这个吗？等一下。VIP， 可是 VIP， 我跟你讲 ，VIP 那天你们只能看表演，不太能聊天呐、啊。我要的是那种互动的感觉，那种，不是啊啊，你懂啊？啊我在那8个月好空虚哦。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慢慢退坑？也不是说退坑，慢慢去找回自己，找回小千的，应该这样讲。他刚刚是打欧头星特效。我什么时候特效？来看看欧头星特效。哎，我突然想到这个，我要来郑重声明一下，那篇文章的欧头星没有打错，人家是少女，怎么可以是那个星？怎么可以是一个肉在一个星星的星？
是少女欸，超级怪的好吗？所以要变成就是 shining star shining shining。谢谢杨公公的羊驼，而且还要是 O， 就是 O O 打的 O。特工，特工，特工 ，O 头型特啊！我刚刚看的是什么？我刚看特效啊！我刚看特效，有没有记得我待会儿？我等你回来，你就出现。我是不是？哦哟，没有看，很像，你自己远远看。谢谢小羊的眼睛也这样重，作息很混乱，决定调。我以为是你突然哪天想通嘞。就是在我在休息一段时间，你突然哪天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可能那个时间空着，然后突然就想到某件事情是你一直要做的，突然就去做起它了，找回你原本的热情等等的，我不知道，我想了很多的画面，好痒，我的鼻子。笑公好啦，有像，远看真的很像，好不好？不能怪我。我也撑过八个月，是不是该哭一下？对啊，你撑过八个月，你有什么感想？我想问一下黑流星，我们的长老大大，你是不是心境上有什么样的转变？看，但我看来好像没有啦。我觉得你应该是，就是，所有粉丝里面算是一直都如一的，最后还是选择暂时放。哈，前面是什么？远看翁同心，近看大美女。我头好那，你我然后你刚刚是不是多飘了好几次？你刚飘两三次，然后我每次看都看成特效，然后说什么时候有特效？什么时候那么伟大的特效？不看，英主对哥也有少人啦，英主少谁啊？哦，哎，好，我知道了，我不要提了，不要说，别说。哦，那不让我开箱。地狱二人组吗？是你们地狱我们啊，我们没有一直拖。哎、欸，对啊，我记得阿胖好像也会自嘲，对不对？好吧，地狱二人组，可能年纪相近吧，对不对？我们的氛围感也很相近啊，就像你们讲的。看，算一定会竞选拔的吗？希望有朝一日，希望在还在 TP 的期间可以进。对啊，我在讲废话吗？除了 TP 也进不了选拔，因为不是 TP 的人。没差啦，三组 MV 都没有到齐，都缺。但是其他人有拍过 MV 啊，其他有缺的应该都是正式生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拍过。对对，地狱姐妹现在都还开播，好猛啊！她现在还在播哦。啊，她是几点开始播的？哎，疯了哎！这个人怎么话那么多？好啦，我也是。你要不要现在跟阿潘联播吗？我们应该会在那边啊，桃西。他每次看到我就指着我说啊，桃西，我不要吃香菜。每次都这样，每次。感谢郑宇威，感谢。没事，安安有拍 MV 直接嗡嗡分零啊！你看看你们真的超坏，安会气死。我跟你讲，这句话流传出去，安会越来越讨厌我。嗡嗡更疯狂啊！今天。哎、欸，欧头星，你家人没有？我的频率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怎么了？是你太累了，必须说应该是你太累。谢谢绿哥的影片，你们两个不是香菜极端吗？我记得阿潘是会吃香菜的人啊。我们又要进入了香菜漩涡了，是吗？这个话题永远都离不开香菜。看，我决定了。延迟测试1.4分，哎、欸，延迟14分钟还好、欸，哎。比想象中少，你们之间，我相信应该是你们有放过我啦，不是说人比较少的问题。阿潘都是最少开到2点，好吗？重点是他都是几点开始开的，这才是重点。我也是香菜派，好吃。阿潘吃香菜会哭，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吃香菜？啊，高小晨，你可以帮我回答一下，为什么那些人那么讨厌吃香菜吗？要不要干脆做一个香菜战衣？他好像9点10点，我们算10点好了。他这还开了4个小时哎、欸，认真？他4个小时都在讲什么？还是跟我一样，就是一直在聊天聊天聊天，是吗？哦，鼻子，因为感觉在吃草的口感，什么意思？你说哦，那个哦，味道啦，味道很像肉跟面、香菜夹。跟榴莲一样啦，有人爱，有人讨，有人厌，就像哈
味一样，它有一种哈味，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仿佛看到多年前的那个哈味节吧，对吧？都在唱歌啊，九点到两点，每一次吗？花生卷冰淇淋香菜加，其实我觉得花生卷冰淇淋加香菜是真的有一点点违和。晚餐宵夜饿的话去拿东西吃，我刚刚有先吃了一个冰棒，但我现在又好想再吃另外一个，但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开箱，但是好想鼻子好痒，天啊，我想把留言回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回完。不过少量香菜我可以吗？它其实多了是真的会有一种草味，就像你们刚刚讲的辣椒拉在一起，什么忌什么你回不完，对啊，就很想开哦，也是可以，我自己下播再开啊，毕竟想看的人一定没有很多，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分享那个喜悦，怎么办，天人交战中，我还是继续吧，如果再不回的话留言又要延迟了。看他十点半你们俩都在开，那就四小时，我忘记很少，这些都是飘过的对不对，等一下留言，我的留言所以到底要开什么，被你搞得很想，没有，我就跟你讲要开这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知道你喜欢无胆分，后来想起不要提醒，拜托不要，拜托不要讲，已经被你们冲康一次了。那个关于星宇，我已经放弃，你们要讲星宇就尽管讲吧，就尽量讲吧，我已经放弃人生了。那另外一个就能少人知道就少知道，你看看那个星宇嘛，另外一个是什么饼干哦，你这些人这什么都挖得出来，这个想这东西如果开它就会掉价，但这东西我也不会卖啊，只是开了会心疼，然后加上对小小鸟也那个就算了，至少是个正常的东西，你知道，没事工商一下，想当欧荣星特工的朋友欢迎觅我哟。那到底可以干嘛，高小成你可以跟我讲一下特工到底是干嘛的吗，是需要做什么事吗，需要歧视宣言是不是歧视宣言，其实这个歧视哦，不是另外一个歧视哦，不是那个歧视，不是动词，不是，我怕到有人说哦，我说什么，我在讲什么，我今天处理到一封信，差点以为见到心语了，我要看你告诉我是什么内容，告白信吗？解释，我是看到你就解脱了，水锤你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能解脱，你还要继续被我勒索。开车了，我买公爵送你这，多少的啊！我要疯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很开心，真的是感谢台湾人爱跟风这件事情。台湾人呢，跟风完这个风过得挺快的、啊，可能一两个月，稍一两个月，然后结果那个东西，大家常常都觉得哇，这东西有卖头是不是？我应该多进，我就可以发大财了。殊不知。这个热度过得之快，进货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退烧了，所以呢，现在是退烧时期，要买就很容易。这东西我还等了预购，我真的是傻瓜。到预购，我会非常生气，跟你分享一件很生气的事情，就是三个月前我预购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先付了头款跟尾款，就是后来补嘛，到货补。那时候总价是1300，总价哦，听清楚。然后结果最近发售了嘛。我那时候头款是先给他850，所以尾款是多少钱？345，大约500-600块。然后他就说：“哦，我们货到。”那个卖家跟我说：“货到了，可以补款了。”然后说：“好的，那你可以先给我连结，这样子补款连结。”结果那个连结里面要我补1300。Thanks， 我就问他说：“不好意思，这是总价吗？是不是打错了？”他就说。哦，没有那个，因为就是我他买的那个时期刚好是涨得最凶的时候，我想说你搞定被增效我去看那个虾叉里面看看那个价格 ，Oh my god， 每个人都卖就是1100、1200，然后你跟我说涨价，就你卖一个2000多块，是认真的吗？认真的吗？而且还是到货的时候跟我说涨价，还要我下标，然后我就跟他说，外面看行情是1200，
然后当初你跟我说1300，我只愿意，我说我愿意用当初你跟我说的价钱买。然后他就说好啦，不然我算你，你付我900块就好。我想说不对，我不是这样子，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这个解释，好吧，解释。那个也有可能是黄牛吗？我不知道，我当下就是一个到处去找，我想说是我的问题吗？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去找啊，为了他。总之这个是跟另外一个卖家买的，我就跟他退款了。小故事，小插曲。对吼，新分组你还是在啊？对啊，我跟你们家肉肉同组啊。啊，原来阿潘还在播，他还没有2点呢，现在才1:30而已。这不是这样算的吧？摆明来坑。对啊，而且那我真的是差点付钱，我想说，这样如果真的付的话挺笨的。他还跟我说好了，不然算你900。我说900是补款900。900、1000，我不记得，反正就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哎 ，whatever， 就是现在已经拿到就好了，我们就不说了啊，拿到了、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可能等一下再来开箱一下。然后你等着啦，你会得到很多限量的。不，等一下，不是，没有，我其实我来，我先澄清一下一件事情，我先讲好一件事情，好不好？我在直播上分享的任何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们真的都不用太在意，就只是分享，就是分享，好不好？不用真的去让他付诸行动，不用真的让他实体化，就只是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跟不喜欢。刚刚有没有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悦，所以这个喜悦让我来带给你们，我来开箱哦之类的。啊，你们，有没有人要看？有没有人要看？快点，有没有人要看？啊，有没有？你也不用太在意我会送你什么，只是我爱买而已。那你爱买的话，你可以等一下，你冷静。不是，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看到哪次不看？学长那个学妹怎么怪怪的？他是我学弟耶，他是2001年的，我都付诸行动送很多给他，力就38。你第一天认识我吗？啊，我觉得水吹如果是女生，应该也是38，我们应该会很合。我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好多人没有来，今天洛璃是不是没有来？还有，不是只有花生，还有谁？很多我突然想到，他们都没来洛璃好。你们帮我在群组跟他说，我今天有准时开播哟。洛璃他在呼唤你，他很想你，拜托帮我传达这个讯息。花生有在里面吗？你不看你真的没有办法啊，这是刚刚才知道的，没补签卡，不是补签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空白特优很多，我跟你讲，乌诺讲不完，今天真的很多。我是刚好在上班吗？水锤，你应该是作息超级颠倒的人吧？你下播我也要去水了，谁叫你开这没有办法啊。如果我这样讲，如果没开明天的话，你们会觉得说又要改时间，可是我很不想要改时间或取消，我很不想要改时间干嘛的，可是就觉得说反正至少我也是今天播，我是抱着这个想法，可是没有想到说这个时间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友善。哎，反正阿潘也播嘛，对，阿潘都在播了，我就放纵一次嘛，今天小周末，允许的吧。除非就像米家的要这种要六日要上班，礼拜六要上班的，就另当别论了。看看，下次看到我可以尖叫吗？你说对你尖叫吗？顾梦啊，很不想要，结果前十次都改都直接不开。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行程表？你要不要看看？你看看，你又要这样子误会我，你又这样误会我。好了，算我习惯了。毕竟你是情勒第一名，我应该习惯的，不能走心。如果走心，我就输了，不能输给你。我得老实的说，我很不喜欢是取消直播，还好看了 IG， 不然我有错。而且重点是我还是超过时间讲，我是9:30直播，然后我9:40才讲，所以我就知道我没有想取消的意思。我就很想
对，不能看吧？是刚好明天休假了才和你拉塞，所以前几次开的时间你刚好都没有下班啊？你是怎样？你上班时间到底是几点到几点啊？我好像没有跟你聊过这种正经的话题，不然你进来都是在那边哇哈哈、嘿嘿嘿、咦咦咦，谁知道你要？谁知道到底你在做什么事情？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好久没有看到团长，对，上次看到他一个月，不对，两个月前的事情了。你看他消失两个月了。啊，嗯，找我，你可以到我面前找我互动。我第一排到底有几？等一下，第一排听起来有一种熟悉感，虽然我们不想提起。不过为什么是第一排？这是抽签吗？还是 VIP 本来就可以自己先选，先买先选？看。查查说，就跟你说，因为某诺是臭男生，他才不懂少女心。对啊，他就是，我觉得这应该说这边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样子的臭男生。很多人都觉得，你在讲我吗？没有哦，我没有说是谁哦。查查，你看这个，你在这个直播间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吧？所以呢，如果啊，不要毕业学，如果毕业的话，你就来跟我当朋友。这个虚也是可以吗？不是我吧？没有，今天不是我这个我可以讲，不是，绝对不是，我是木头姐，你不是女生吗？思琪，我们在说臭男生，女应该没有你，没有算你进去啊。我觉得好啊，臭男生不，我没有讲是你阿哲，我已经没在看，为什么？你不会连肉肉都没看吧？还是说你偶尔上来看一下？你是不是跳出 TP 坑了？校董有过说话，说话，不要吧？你这张嘴如果像若离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冷淡你。我觉得我会崩，我会对你越来越冷淡。你可以问若离笑我以前怎么对他的，好啦，不是以前。前阵子是怎么对他的？我现在是慢慢变好，我不知道到底经过哪一次之后才稍微恢复一下，知道？那时候不知道乌怒来了没，不知道认识他没？看一下，我从去年初就没在，是只有直播吗？还是说你连活动都不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这样还算团长吗？如果退坑的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活动当然会啊，那为什么只有直播？还是说工作时间搭不上？对啊，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自己看过直播，我懂直播会让人意图想看下去，就是他时间过得很不知不觉，就像打游戏一样。这样的话真的不会影响到你们生活吗？我所谓生活是指比如说我可能本来该做什么事情，可是时间就这样被耗掉了，还是你们觉得就是还好之类的？好奇问一下，我是不是有贴香菜汁给你看？等一下我想去拿喝的，你这样讲香菜汁，我整个就垂涎三尺，突然很想喝，很想喝。I'm coming， 喉咙痒痒的。今天阿翔在吗？阿翔今天在吗？你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人要浓烟，却把却露露一下又在讲什么？我实在是没有动力看完，因为我觉得他又要讲一些像是冷笑话的东西。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你每一句话里面到底放了多少真心在里面啊！你看晴天嘛，你刚刚两个一起飘，我就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晴天的真心诚意。落日一笑，我觉得我认识你太久了，怎么办？我口才不好，这些人都好会讲。粉丝就像太阳一样，给偶像活力吗？其实是互相的，我觉得这是互相的，本来就是啊，人就是要互相嘛，对不对？不是说刻意的啊，就是一个无形之中的能量，好像师父一样哦，在传教。
超粉爱安妮轩的阿珍说超喜欢香菜，你看香菜掉出了很多第一次看到的粉丝啊！你没看过上次陈月碧阿潘吃没有哎、欸？不会是大概是我那时候没有开 IG 发生的事情吧？我想应该是的。我每一句话都会饱含着我的真心诚意啊！你得相信我。这边有人跟欧乐 B 很熟的吗？请你揭穿他的真面目给我看，除非他是真心的。谢谢绿哥的一封信。没有，但是现在我每天打开，好、哦，真的有哦，没有开玩笑。直播吃香菜那个你还没进来 TP， 还没进来 TP， 那我怎么会看过？我连进来 TP 都很多东西没看过。谢谢 Bossy 的梦幻泡泡。听说不能吃香菜跟基因有关，说基因抵抗那个香菜的味道吗？嗯，我觉得香菜有点像那个，你知道吗？油葱酥。是油葱酥吗？还是什么？不是油葱酥，那个有每天有每天礼物落袋三天发一次给我吧，三天哦，我没有开玩笑哦，是不是有干？都是长篇大论，你说你不会讲话，我还真不相信，每一次至少都有大概500字吧，你真的在写论文哎、欸？我是教授是吗？每次都要交那个交进度给我，我每天都发没有，最好是哪有每一天？我现在看没有每天。明明就有2天还3天，不要说我没看，我属于现场派的，有肉就有我的。那我嘞？那我嘞？嗯，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会把那个穿战服的认成你？因为，靠，不是那个就是你啊？对啊，那是你，那就是你啊！那时候我认成我跟你讲，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进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就是认成团长，我就跟他说，我忘记讲了什么，好像是拍完照之后，你就转头要，他就转头要走，然后我就说，哎、欸，你不握手吗？你不要握手券吗？就是因为合照会玩都要握手，然后他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来，我就说什么你肉有握肉肉的话，应该就不是这样子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肉肉是女神，我有把你当女的吗？我想说这就是你呀、啊。惊讶，所以肉肉有另外一个也是团长的人吗？没有，我现在还是不解，那到底是不是你啊？哦，就是你，你在骗哎、欸！可能那时候波波刚好想说你，对，或者想不想说就是 mouse， a rabbit， cow， chicken。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很惊讶，我是觉得到底是我好像哪里觉得不对，你知道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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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哟！我要沉默一分钟。我现在看到人会限动吗？什么早餐台可以？我明天要上班。小千说明天要上班。小千刚刚谁飘过去？我先看，明天加班啦。要泡菜塞到豆腐里才。深夜不要再，要不要看我头贴确认？不要再讲了啦！你在讲我这样子越来越愧疚。我看一下头贴到底是不是。就是你，我要气死！就他在骗哎、欸，就高桥城啊！你们那天在外面等着要握手的时候，高桥城就走进来，然后就你啦！哦哟，那天我就在跟他抱怨，然后我这礼拜每天都要私讯给你，你去看，真的有看一下。嗯，昨天礼拜四，昨天是礼拜五四。三、二、一，你礼拜二没有，你礼拜二是械斗，
三四五，对啊，不算，不算。你还说那不是我啊？我真的差点给你骗过去哎、欸！傻熊来学英文了，姐姐真的是考好还是良知？不，老板会看，我先不要讲出来。郑宇威回来了吗？郑宇威，天哪、啊，郑宇威还不睡吗？现在已经一点半嘞。通常星期五都开三个小时，看一下哦。哎，留言是不是变多了？还是因为我讲得很慢？这时间来录录两，你快可以吗？好痒啊，好痒，一天现在都不行。好啊，就天天。你看，我就说我想证明，就明明就没有每天。奇怪，小骗，你们都要骗我，当我是笨蛋是不是？你又没读咒术高专，当然是学妹啊。如果读咒术的话，也是学妹啊。因为进去的话就是一年级嘛，可能还是胡仗他们的学妹哦。就天天都不一样，你说私讯私讯呢、欸？你看我私讯啊！看看这么晚还会出现的，只有像我们一样的疯子吧。但是如果是平日，不是礼拜五的晚上，你们可能就不会，对不对？就不会了。熊妹本来睡着了，听的不要再提了，拜托，小易，拜托，把它剪掉，我不要。就是高晓晨，我这是开播以来第一次吧，这是第一次吧，就是因为高晓晨，你看你破了这个记录，我真的是永远都忘不了你，我会气死，真的。因为开这个时间才能第一次跟这么久 ，Free Plus 新朋友吗？原来都是夜猫子，你们都是晚上这个时间才出现，鼠牛还睡觉，真的是一个精神粮食，不要再调侃我了，不要再调侃我了。停止，谢谢大家友善哦，这个是友善的环境哦，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时间还醒着的，比我想象中多。原本以为可能砍半吧，结果好像三分之二都来。看，对夜猫子来说是刚开始啊，我没有后，明天轮到我活动，晚睡无妨。明天他们是几点的生日？是晚上啊？哎，你还久啦，对我们这种早起的人来讲，你根本。早上才睡也没关系，这时间正嗨吧，小朋友哈，你看看你这个身体会坏掉，为了嗡我就熬嘛。我们今天开到两点，但是今天阿翔是不是没来？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他是今天重点人物，今天重要的人物，他应该是没来，应该是睡了。很想看，但我们不能看吧？哎，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你时间上不行，就换其他时间可以开一小，慢慢分掉。小梁说，听说现在要白痴，不行。我觉得现在让我怒火中烧最严重的应该是绿哥，高晓晨反而没有那么严，他还给我改名字，你有没有看到吗？谁比我早？我每天5点起床，晚上7-8点到家。为什么？你如果早上5点起床的话，通常下班时间会比较早吧？有到7-8点哦，小梁说的，但是半夜火气怎么那么大？你看看你的好朋友都做了些什么会让主播生气的事情，然后呢回小梁，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接受每一次每一天都是，可能播的时间都是下差不多这样的时间，因为我回家通常都已经大约约末11点钟。11点钟弄一弄也12点了，约莫11对啊，11点钟差不多，11点钟，就是也是你们差不多会要睡觉、要洗澡、梳洗的时间。小梁，可以帮我说说他们吗？至少在我眼里还是个好榜样，我突然觉得好心酸哦，知道吗？真的好心酸。天哪！有人说你的声写推广照有点像布丁，我看到了，哪里像？远看啦，远看郑嘉玉，近看欧童星，没有押韵，不好意思。
好，等你毕业来找我。我毕业，希望我毕业可能就是最近的事情这样子，不然可能那时候头发都花白了，被 AKB 绑架到头发花白。坏掉的布丁，哇哦！我以为你要说老化的布丁呢，还好啦，坏掉的布丁我觉得稍微友善一点，还可以接受。大概是经过我的垃圾化洗礼吧。我觉得罐装奶茶不好喝，呜呜业配的照片那坐姿很喜欢，我没有办法想象米嘉乐用憨厚的表情说这句话。Oh my god！ 你看看你多会，你这个也很会耶。你挺吃得开的吗？我没有办法，我现在看到大家，就是有见过大家，然后在想象你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表情，我真的有点难想象，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奶茶，你们刚刚是以为这是奶茶是不是？这是绿茶。奶茶最近我没有要业配，最近听说那个炎亚纶开的那家叫什么来着？新的手摇杯，茶名茶波，茶波。跟全擦联名那一款，今天喝我觉得还不错，直接原本快睡着。你这次的业配真的骗人生，是就像我这样子的美女吗？我只是很单纯，我没有办法哎。你们有见过米嘉乐的，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我跟你讲，我理头发了，你知道理光头是不是？啊，你理光头，你拍给我看啊，不然你下次来的时候跟我说，不对，不用跟我说，我已经记得你的脸了。因为实在是太震惊了，我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想象。这就是塔瓦哥哎、欸，塔瓦哥，你可以认个弟弟了，不对，你可以认个哥哥了，他是哥哥。绿哥看到叶佩照不，他输了，报告阿翔大概睡死了。你跟阿翔是好妈吉是吗？等一下，为什么？什么输了？输了什么？你们读了什么？告诉我，读了什么？我也要读。我是男生，名字会这样是因为命理哦，是因为、哦、我以为是读起问失礼，我没有点开来看。晴天说岳父对这样的照片有没有意见？我相信如果女儿自己拍了这种比较清凉的照片，应该不会主动拿给爸爸看，这真的很怪。我没有办法，我那时候有在犹豫，因为其实如果有什么好的，比如说照片啊之类的，或者什么音乐作品，我就会第一个丢给他。但是这种照片是真的没有办法哎、欸，我也在发送前犹豫了一下，我说怪怪的，收回，怪怪的。婚纱分享给他，不，这更不行吧？这更不行，小梁，你不懂做父亲的心情。岳父看过，我就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绿哥？你这样交不到女朋友哦。宝贝啊，你怎么这么漂亮？你怎么知道我爸会讲什么？嘿，说哇，我的宝贝怎么那么漂亮啊？但是那个感觉你就很奇怪，来问查查好不好？查查问一下查查，如果你拍的比较清凉的照片，就是可能啊，比较清凉，讲清凉怪怪，比较稍微有点小性感的照片，你会主动拿去给阿爸或是什么看吗？这岳父看来说，哦，阿弥陀佛，是想收吗？跟他说你出了写真集啊，我这样会被打断腿吧？写真集听起来，对，你看查查，如果是一般可爱的还可以，可是如果是这种性感的，真的就是怪，你知道吗？谁敢？你们家管严吗？查查感觉是哎、欸，我相信查查应该是那种小时候会被要求的成绩要求的非常严格的那种小孩，我不知道有一种氛围感，这种当然不可能给爸爸看的。拼命的理解，拼命是我的经验，有拍过比较就是可能稍微比较小性感的照片，对，那以后别拍这么，就是可能要跟好，就是写信给好言这样，说哎、欸、那个我觉得成员这样太露不太好哦，这是引人犯罪，我家超严，尤其是女儿特别严嘛。但老实讲，其实我没有要赞同说对，就是亚洲父母对小孩很严厉啊，什么都要管这件事情。就是好或不好，我没有要特别讲，但我觉得对女儿管的严其实是好事，是好事，就是诸多原因，现在讲现在社会嘛，
又不想要跟你们讲说要迎合现在社会的观感，或是觉得现在大方，现在社会的风气是什么，就尽量不要去逆反其道而行。这个完全是不正确，只是就觉得说，我不会讲哎、欸，你们懂，讲什么都不对，所以我还是保持着中立的部分，在翁面前说怎么这么可爱，转过头去跟公司理论，这就是人生。好了，一言难尽，我们一言难尽就别说了，你们知道就好了。这个不会真的有人寄信去好言跟他们说不要拍这种照片吧？有吗？我相信你们应该骂的要死，然后买的也很开心。我们为什么在讲这件事情？雨楠说：“我喜欢在上班时听直播或补存档，有个声音陪伴吗？”你这样不会分心哦。欸，你这样很厉害耶，因为有在讲中文，你听得懂的话，你就会耳朵去听它，手的话没有办法去照脑袋思考吧。真香，这个月业绩大爆发，每个月的夏天，每一年的夏天业绩都很好。跟岳父说有那么老婆啦，然后会不会被打断腿？你可以试试看啊，麻烦就是写信到我家，然后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再来告诉你们。可能他就不等我的反应，自己先出征了吧。爸爸是厉害，爸爸是 FBI， 每个家里的爸爸都是 FBI 吧，好养。他今年都改下午播，我根本不可能看。你这样不会觉得很难过、很空虚？每次都只能补档嘛，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可以写信给岳父，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行？哎、欸，哦，对耶，其实可以耶，你们可以写到好言来，对不对？好像可以耶，但是我会先看过、哦，所以你们好好写啊，好好写。我看到嗡嗡这次业配文，真的打现在打播自己就再去下单了。他跟我姐啦，他是不是这个不会？这个还好，他就会说哇，现在就是现在滴滴都这么敢哦之类的，顶多就讲这个这么敢了、啊，说要当什么什么任姐姐之类的。但如果再进阶的话，就可能不是笑笑这么简单哦，不是 Lori 笑，就是笑笑动词的笑笑这么简单。写信提亲吗？好啊，来啊、哦，你们来，你们寄哦，你们寄。再来啊，晴天，我突然想到了。其实你可以不用真的飞来，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写信。我其实很期待拿到粉丝的信，每一次都是，就是我都会去那个收礼物那边去找，看有我的信，都会翻一下。不是笑笑这么简单，笑死！我没有，我刚刚有特别标注哦，就说不是那个笑笑。然后刚刚慧香说什么？刚飘过去太快，笑笑一字一句都是真心。Oh my god！ 我爸起来了，是吗？我爸起来了吗？我是太大声了吗？会怕？好，没事，我听到下楼的声音。好，我最近好像都是直播后在，对，米家乐事，你就是直播后那一次这样子。听到有人想提亲，惊醒吧？哦，我刚刚讲的是真的很大声，说提亲，就我就听到下楼声了。这就是下马威，大魔神苏醒了。大魔神是什么？水吹，真的，那个见过你之后，我又没有更没有办法想象你在讲这些话逗趣的表情了。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震惊的人。真的可以写信给月爸吗？你真的会拿给爸爸吗？哎，我跟你说，不是不拿，有时候是真的忘记。像安安，你们跟我讲安安那件事情，我也忘记了，真的真心忘记。突然感到一股灵压，我会先过滤啊。如果不太能拿给他，我就自己收下来啦，好不好？这也算是有收嘛，有收到。真的可以写，我真的会写哦，可以呀、啊，看你可以写几个字，看你写，我就每一次你写来，我就数到底有几个字，看你可不可以一次比一次还突破。哇，那也是真心啊，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对呀，你在说笑笑吗？你刚是说笑笑吗？看来写信给岳父也要半年后他才能收到了，是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如果我想起来，或是你们有提醒我的话，当然就不会。谢谢拼拼的闪光星星，然后晴天刚刚说什么伤心，我没有看到前面。
你要不要哦？看头贴，我看看这个。我家是两个女人，爸爸难免会偏心，应该都会比较偏小的吧？照我来讲，都会比较偏小的。如果你嫁国外，岳父会伤心吗？这个有比原萃好喝吗？回晴天，我相信做父母的女儿如果嫁出去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住哪，不管嫁去哪，都一定会难过。更何况是一个更远的地方，这样子要见面的话就比较困难了。除非就是每一周都会飞回来，但是实在是太大费周章，一定会难过的吧？想过这个问题。天啊，然后刚刚是谁说是元翠啊？哦，天哪，脑袋，元翠那个玉露吗？玉露还是最好喝的。这个哪一家的光擦的冷泡擦这一系列，其实我觉得很雷。这一瓶算是正常一点的，就是我给你看颜色。Oh my god, oh my god, 我把它遮住。这个颜色，这个算正常了，其他的就有点恐怖。帮你们排雷，那你我就说这个就是比较不雷。哎，没有没有，我就客家哦，不是，我没有，不是的。对，收回，因为它在特价，然后对特价，突然觉得喂，小杨说翁还敢死，我没有。对，我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的嗡嗡言语比较奔放哦，我收回。啊，算了，收回也没有用。虽然就是这些算是流行语，但是有时候是用太顺，然后唉，我很抱歉。天哪 ，Oh my god！ 我对我今天的行为感到很抱歉。那我入赘好了，以免岳父伤心。哎，入赘真的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不是很不得了，很不容易的事情。哎，就是对男生来讲，入赘，你是认真的吗？等一下，你是认真的吗？突然想到，翁也生写就买啊，不管主题了，纸笔我还想连载。你是不是要收集整套纸笔？我有看到你现在收集了大概有至少六七张了吧？是不是？看一下，工作遇到不顺心的时候，直播声音反而让我专心吗？哇，那你真的是很少数的人呢，玉南。一般都一定要专心工作吧，就是顶多听听音乐。你认真，我就认真啊！我认真，我刚刚是很认真在讲，我每一次跟你讲话都很认真，哪次不认真？每个成功写出信件的粉丝，通常都会有厉害的偶像在眼前。每个成功写出信件的粉丝，通常都会有个厉害的偶像在眼前。所以你的意思是，偶像可以促使粉丝写信，文笔能力提升，所以才可以写出一封信寄出去。Cool， 有吗？你没有觉得吗？好像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啊。认真想一下这个问题。女猫说。抱歉，这个月这种的我更不会买，就不爱看，帮不了业绩。哎，吕猫，你真的是第一人哎，可以跟我说为什么吗？还是说你本来就不太喜欢这种稍微有点裸露的照片吗？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喜欢哪一种风格的生写真？你是对于生写真不爱，还是这个方向的东西不爱？对，应该是这样说。认真问。我们写推荐信给月，是要推荐什么字？毛遂自荐吗？我喜欢生活感强一点啊，你喜欢那种稍微自然一点的吗？谢谢，我掌声鼓励，66个掌声鼓励。这个月我也还好，其实之前出过啦，之前就出过泳衣的嘛，对不对？就差不多的东西啊，夏天就除了泳衣，好像也没别的啦。就是布料越少越好嘛，对吧？
对我来说服装是一个点，但那个坐姿真的有打到我。谢谢乌诺的掌声鼓励。但是我觉得米加洛你的好球带其实很广欸，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就是稍微坐，你在干嘛你乌诺？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拍手，你通常都是用飘的欸，我还是习惯你用飘的。你还是继续吵吧，你真的，你继续吵吧，真的。我要想什么？米加勒，对啊，你有发现吗？不管做什么，一点稍微可能，你就开始了欸，你就开始了欸。谢谢乌诺的100个掌声，跟杨公公的一个掌声鼓励，两个掌声鼓励。我还记得那时候刚直播的时候，真的谢谢玉鱼的一封信，就是那个人送几个，比如说几个掌声鼓励，我就会一个一个喊，一个一个喊欸，结果就花了超多时间的那时候。粉丝信我投给尤彤，在去公司的路上吗？我很期待。说信真的是会打从心里感到暖，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啊，就是可能练习完啊，通常我都是练习完去看一下粉丝，就是可能要离开公司之前，我都会去捞一下有没有，然后都会当下啦，我都会通常当下就看，看完就觉得啊，好了，累，值得，值得这样。所以你要喊100个掌。就是真的会这样子啊，就说谢谢，假设啊，谢谢绿哥的一个掌声鼓励，两个掌声鼓励，三个掌声鼓励，四个掌声，这种会一个一个念欸，啊，1000个我不就要讲1000次吗？来，乌你等着，我真的会写，结果还没到你手上，直接被拉瑞挡下来。看来乌诺很适合来抓，该抓来入伙了。你是说当你的特工队吗？欸，我没有办法想象乌诺穿特工服的样子欸，感觉会变成小喽啰，对不起，小喽啰，哈哈哈哈，我都要气死了，小印象真的是这样，对啊，对不对？然后就是哪一次，那时候岳母就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一直念，要不然你这样子你永远都不用念了。我说哦，也是哦，也是，不是我的，是成员的，成员的什么意思？我们在讲特工服嘛，对不对？成员的。看对话，如果翁爸出现在活动上，应该会一堆人当保镖吧。我也对女生鸭子座，鸭子座是那个吗？就是这样子，不符合人体工学的鸭子座。哎，那真的只有动漫会出现吧？同意，特价可以。原来客家精神也伴随偶像，哦哟！天哪，对耶，真的好奔放哦。唉，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把你们当得更像自己的朋友，你知道吗？好像是，我是说真实的朋友。天啊，感觉你阿帕人气会比你高，我也觉得是。自从上次我爸开始唱歌之后，我就觉得，欸，我的饭碗好像不太饱了。鸭子座就是你叶佩文第一二章的哦，就是那个啊，就动漫座啊，里面那个动漫就会有萝莉都会这样做嘛，然后穿的小裙子嘛，哦，你们最爱这种的。我真的会写，你等着，会不会还没到你手上，先被拉瑞拿去喂碎纸机？欸，拉瑞已经算是很宽了。我说宽是指比较不会挡太多，只要是合理范围，应该都还 OK。拉筋动作，你拉筋，小梁，你拉筋，你会这样，你会这样子吗？来来，你会吗？你会吗？你告诉我，你会这样做？我不相信，我没有看过人家拉筋是这样拉的。那你拉给我看，你做一个拉筋的影片给我看。看来是真的晚了，要不要走？欸，2点嘞，阿爸还在播吗？你说拉瑞姐姐很宽，我不是，等一下，宽，你看宽容，你看看你楼下那边乌诺终于讲人话了，之后连线铝猫开始坏掉了，铝猫是不是时间晚了也越来越坏掉了？阿潘要管我也是差不多啦。今天7月16号是阿翔的生日，龙魂阿翔，所以我才会呼唤他，想说今天第一个说生日快乐可能是我，但他去睡觉了，看来这个生日快乐应该是明天早上才会传到他耳里吧，是吧？好吧，先不管怎么样，先你们如果在群组的话，可以跟他说，欸，嗡嗡跟你说生日快乐，你给我睡这么早，实在是太早了，太早了，真的太早了。哪有人小周末这么早睡的？龙魂阿翔，
今天几点工作？是否该下补？对啊，差不多了欸。欸，就我还是没有开到欸，那我就自己开了，我到时候下补就自己开哦，我自己享受，我自己吸。吸啊吸。嗯，我的电话开啊，狗卷。开心。筋软的能够完全躺平欸，非常难。你说躺平是往下躺平吗？下次我们做个拉筋特辑好了，就是在晚饭之后开播，然后跟我一起做拉筋操，我们再开始直播。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单元是不是没有人，没有人做过？我是男生，但我可以轻松做出鸭子。哎，你这样讲，你我发现共同点，吕猫跟小梁都是极瘦的男子。谢谢茶茶的闪光星星，是不是比较瘦的男生做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要先收集七颗龙珠。等一下，你下礼拜什么时候开播？我下礼拜什么时候？我的行程表，我记得礼拜三四五其中一天的样子。三四五其中一天还没给，对不对？反正就是晚上啊，就是之前正常开播九点半十点的时间，差不多，差不多。以前练跆拳道要往后躺啊，只差教练没。等一下，小梁是跆拳道的吗？我应该没有讲什么话惹过你吧，小梁有吗？如果有话，我先给你道歉。怕，害怕。可以啊，你拉筋，我在旁边健身可以。你现在是重训仔对不对？你现在转往重训的方向做了是不是？我可能直接送一下，我不会做太高难度的，不用这么勾引，真的照做好不好？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就是真的会像你一样，应该是这样问你下礼拜会开播会啦，会。羽毛说：“我都没问，我没问题，我想一起拉筋，太久没拉都硬了。欸”真的，那我下周开始做拉筋的，看一看可不可以在房间如果够干净的话。啊，我也是练跆拳道的耶！我相信茶茶，如果惹茶茶，你应该不会打我，毕竟我是你的阿娜达。天哪！我觉得其实三重应该是有人暗恋叉叉，真的，我感觉到有点不对了。讲完就不对哦，不对哦，是不是？其实那三个人其实有喜欢叉叉，然后我这样讲，是不是会让自己招黑？招三黑？不会啊，怎么可能打你？我就知道。那为什么那一天何昭辉他们在弄你的时候，你没有反抗？喝喝喝喝什么？你喝什么？你有什么意思？我阿北太晚了啦，阿北我都要关了。是不是隔一个礼拜后的直播怎么样？你说我那个吗？你说我取消还干嘛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不会啦，你都说你不喜欢取消，不是重点是不是不喜欢取消？应该说，我能不取消当然不取消，就是顶多改播。换嗡嗡一枝独秀，一枝独秀，来一首。一枝独秀，一枝独秀，我们先台语小妖兽吧。不行啦，我这个不能同时播音乐。那我直接先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
我什么原台语？结果竟然是台，那时候没有想到、欸，那时候我想说来一点不一样的。哦哟，讲台语，讲台语，不是有人讲说，没有想到啊，对，我没有想到，那时候真的是只有想到泰文，而且我还真的为了这个去查翻译，还写出来，你知道吗？写出来。在台下背了大概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吧，那个实在是不好念。好了，人家要等一下，李佳丽为什么在这边？你不用睡觉吗？李子，我现在准备要下播，你才来，你很会挑时间。你跟郑云威都不用睡觉了，是不是？栗子在，我看到了水锤，他现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you know。讲台语就栗子来了，对啊，你们这样讲到台语，我更不敢讲话，因为栗子在这边，我真的不敢讲。栗子竟然还没有睡，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其实夜猫子成员很多，只是他们都不一定会出来。想你想到睡不着了，好了，李佳丽，我没有办法，你怎么还会自己吐槽自己呢？天哪，可以讲他听你的台，可以让他听你的台语。我决定今天的台语小教室先暂停，谢谢。因为有稀客有贵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课堂延后。我们先放旁边，我不敢说了。虽然我已经写好了，怕你偷讲品涵的坏话呀。没关系啊，我现在非常有自信，因为毕竟现在那个栗子爱我比爱品涵多啦，所以我就算讲品涵坏话，他也爱我，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啦。Who am I？ 啊，栗子的奶奶要听，不要，真的不要刺激老人家。嗯，谢谢。没有名字的野鸡叶酱种，这人是谁？怎么好像我看过？不准停课，我就要。他都在我面前说品涵很可爱耶，检讨他。谁？你说阿嬷吗？等一下，我看一下谁。阿嬷。哦，我吗？等一下讲我吗？没有，我现在没有讲了，我已经减少次数，就发现吗？也不想想我是为了谁减少次数的。你有没有看我现在都没有在讲到品涵了？应该吧？我记得没有啦，我记得没有，可能在说我，就是我啦。对，我知道，我跟他刚刚这样讲，我想起来他在讲，我想说是谁？阿嬷吗？阿嬷，阿嬷认识品涵，蛮妙的。栗子爱你比较多吗？那品涵变成你的了吗？我这么爱你，你看啊，我不是为了你改了吗？我说我改，我就说我改了。别装傻了。对啊，查查，你有没有发现我计划通其实很聪明的吧？品涵已经是过去式了吗？通常犯错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的犯行。我没有不承认啊，我说我改了，人是会改变的。没有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成功的例子。然后我没有不爱品涵，只是我不想要让我们的栗子大美女伤心。大美女听起来很做作，我不想收回。什么品涵战争没有啦，现在焦点不在品涵身上了，现在焦点为什么讲到品涵乐乐出现了？我只知道我爱什么，我只知道我爱你，笑死大美女，我们这么不熟，不是，我有点小讽刺意味，就是我怎么敢让你伤心，我怎么敢，你懂吗？可恶，你没有听出来。我们基隆组的，我记得你住基隆哦，我竟然知道基隆组吗？没有。爱不会分地区，不会分国家，不会分国籍，所以品涵就算今天到日本发展了，我还是爱他，不会因为距离的关系而不爱了 ，you know？ 所以渣我渣？不，你要想，品涵跟栗子是朋友，如果一直说品涵可爱干嘛的，栗子是不是会难过？对不对？那再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不能说了？但对啊，不能说啊，在海鲜都很懂喝的客套话啊，栗子，什么吃？我就说他其实每一次，你知道，李佳丽真的是很不会装，
每次我忘记我们在聊天还干嘛，然后我就会时不时的提到平寒，就你知道栗子的表情，他就直接沉了、欸。你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兴致高涨，不是兴致高涨，就是一个表情是一直都这样提着的人。然后我讲到平寒，就是直接瞬间，嗯，你懂吗？嗯，不是不笑，就是一个下降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哎呦，牙白牙白牙白，我感觉到咯。毕竟我不是直男吧，直男就会想继续讲他的，你知道吗？这点我还是有长进的。你称赞的面无表情，好，没有灵魂，没有，不要挑拨离间，谢谢。这样子，我们以后，哎、欸，我们以后不同组、欸，哎，对哦，不同组 ，TP， 哎、欸，对，不同组、欸，哎，突然想到，越说越。你用一脸呆滞、眼神呆滞的样子说你不爱平寒，好不可行。不是啊，呆滞代表说我累了。嗯，对，你看两点了，对吧？两点了，该睡了，该睡了。大家哎，散场了，散场，散场的拥抱。散。你们关系注定一方难过，只有平寒依然被你们捧在手心。别再说了，台语小教室呢？没有啊，我不是说台日小要是暂停了吗？米家乐，嗯，没有，塔瓦哥，这个我必须讲，我要吐槽，我要吐槽例子。每次我忘记我讲到品涵的时候，他就说他在我心目中形象已经崩坏了。我心想是有内幕吗？嗯，好想知道，可是栗子没有跟我多说，我也不想多探听什么，因为我怕真的我会心碎。我要台。不要，栗子在我不敢讲，不要，不要，没关系，我们还有浪 K， 我不会离开你的。为什么有种阴魂不散的感觉？然后七月到了，总会联想到什么？不要，不要，台语小教室，不来个栗子特别的，我已经写好，然后栗子刚进来，栗子他需要吗？他需要吗？应该是他教我吧？哎、欸，不然我们请栗子老师来代课啊、哦，像上次郑宇威那样。不准填空台语找起来，我叫泰语可以吗？别逼我了，谢谢浩毅的闪光星星。栗子哦，欸，栗子台语还真不会，你们考倒我了，我来教书教材啊，教材。欸，栗子有台语吗？没有的话来创一个，来创一个、哦、爱台语的栗子。有吗？哎、欸，有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天，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哎、欸，栗子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台语怎么念哦，这个实在是超乎想象，我原来栗子这样念哦，酷毙了。这个有趣，来，等一下，我写好。哈哈哈哈我不想写，我觉得我应该要修饰一下。如果他直接写成原本的意思，真的看起来会很不妙。所以我把它改，我改了一下。哎、欸，不是，我又按到新闻了。对啊，镜像模式，看到的跟我的画面相反。好，这个。来，各位，我们今天因为因应这个学生们的需求，所以老师今天加班了啊、哦。这个没有加班费的加班，所以今天要来开课。我们的台语小教室今天要教什么呢？请大家拿起你们的笔记本，写好笔记。我们今天要教一个当冷门的东西，叫做栗子是六姐。那栗子是六姐要怎么说？大家会讲吗？
栗子的台语叫辣鸡，辣鸡是六姐，六姐是什么？辣鸡就是辣鸡，是辣鸡啦！太棒了哦！ Oh, 好，我们来造句一下。A， 阮 TTP 吼是一个美少女的团体啊，因为六子已经超过18岁，所以伊叫做 TTP 的六子，所以伊叫做六子是六子，六子的六子，六子 TTP 六子。加一个动词，但是我觉得不行，不能加，这个加了会出事，我觉得又被 ban 一次，谢谢。谢阿飞的掌声鼓励，我觉得我就是不是因为真的很好笑，而且我把那个记改掉，你知道吗？就是不想让人家想到奇怪的地方，然后被大做文章，我不想再被 ban 一次，好吗？我的大好青春。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什么镜像关掉。哦，哎，这真的是本日最好笑哎、欸！草主饶舌担当翁姐，我也只会就是栗子的饶舌，我会不会写一个饶舌歌词，然后是关于栗子的，感觉很不错。看一下哦，台语真有趣哦，犀牛，我是受犀牛的青睐了吗？自己在草主年来排，真的是哎、欸，真的假的？哎、欸，我来看下 TP 的，我觉得先不要好了，我先不要谈到年纪的事情，嗯，先不要。其实虽然很低，真的垃圾哦。哎、欸，看我真的台语有进步吧？啊、哦，嗯，这是真的、哦。我说我要那个干嘛？我要干嘛？台语小二是晚上要干嘛？要喊榜对不对？我先喊榜一下。我觉得栗子应该是被吓跑了。栗子应该无奈的跑了。哎、欸，还在哎、欸，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半夜。谢谢女猫的粉色音符，有进步的空间。你们一次比一次更好呢。每次学这种无厘头的台语，都会讲得特别标准，应该是用的次数比较多吧。其实台语小教室应该要改成无厘头小教室吧，也没有人能开到半夜啦。请翁马有品含节礼。哎、欸，真的哎、欸，哎、欸，栗子，你要不要改一个绰号？你要不要加一个绰号叫六姐啊？哎、欸，听起来很厉害哎、欸，感觉好像是什么大姐头，很适合你耶、欸，很适合你。反正台成员的台语半斤八两，不会烂到哪里去吗？没有啊，这边就有一个台语大魔王啊。我们先不用讲那个一家那个是这世界毁灭级的。我说世界毁灭级是太厉害的毁灭级哦，好不好？好好笑，草主六姐，草主六姐，而且是台语一样哎、欸，要用台语。我是操作的六子，我是操作的六子，勒六子，李家李子嘛，勒六子啊，李是勒吧？六姐，我想看翁爸教我。哎、欸，我爸是台南人哦，不能跟他比。他每次说。我每次讲，只要讲台语，他都会叫我闭嘴。他就说不要讲台语，真的，你讲国语就好了。我要先喊榜，已经2:30哎、欸，明天哎、欸、完蛋哎、欸、两点半，我原本预计是1:30关哎、欸，就我2:30还在这边，这是合理的吗 ？Such a good love dive。哎、欸，今天用什么歌喊榜？我先喊，我把我做事情做完，才不会有一种，悬在那儿的感觉。最近你没有看什么《原子少年》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歌还蛮好听的？听说啊，但我没有看过。哒哒哒哒哒。
啊，好啦好啦，不然那个让礼物诺诺开心一下啦，好不好？不要说我对你不好，不要说我对你不好。这个，今天等广告跑掉，我不看男的，欸，不是哦，不是哦，不是男哦，我刚刚讲原子少年对不对？我直接忘记刚刚讲了什么。你居然知道原子少年？你不是不哎，欸，原子少年一天到晚都打广告，我平常都会看新闻的人，那个广告有时候都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新闻啊，就有时候转成28台之类，或是干嘛，就会有出现原子少年。我想说哦，终于播了，DD52是2年前的事情，其实就是有点久。今天要还忙 ，everybody， 准备好你们的小手手，跟我一起啊！礼物拿花痴了，但其实这首歌节奏不好抓的嘞，样子。第29名是栗子的糖糖，哎，对耶，栗子出现，你应该很开心。突然捕获野生的栗子，垃圾。第28名是慧香，上次到底是在握手会还是合照会见面？真的不记得，但是好像有这么一次。第27名是冬粉米的鸭肉在哪里？还是你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第26名的小千出了2具3具生人就不见。第25名是茶茶，给我5年的时间让我认识你。第24名是弟弟，哎，弟弟已经放暑假了，怎么那么安静？应该要开心的吧？还是说其实，好，我们不要乌鸦嘴，应该是还好，一切都顺利的吧？还是你有什么事情瞒我？第23名是吕猫，今天的吕猫特别的奔放，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应该是因为时间晚了，所以变得很康。第22名是萌萌，萌萌是新朋友，还在里面吗？第21名是没有名字，这个人跟空白的名字好像。第20名是雨南，你的名字一次比一次还长，今天已经看不到你的名字，还好你的头贴是雨南。第19名是吉米粥，今天为什么好像你24小时都在线上的感觉？第18名是小梁，只要头贴看到是侧面，不管你的名字多长，我都认得出你来。波姐果然公主真的是。第17名是肥肥，哎，肥肥这几天都没有来，是不是比较忙？你可以多看几次，因为喜欢你，因为玲玲真的逆天，必须称赞，好不好？必须称赞。第16名是超哥，今天超哥也很晚，没有跟你聊过天，不知道你的生活作息如何。第15名的欧乐 B 被我嘴完后，他就完全都不出声了。第14名是拼拼，哎，我又跟到，好像节奏没有。拼拼换了一个头贴，这个是你画的吗？而且我其实现在才看到，你是金牛座的，欸。天哪，我没有点开都没有发现你是金牛座的女孩耶，欸，金牛座的是不是很少啊？我目前遇到的粉丝金牛很少，我发现女粉丝。第13名是骗人的鬼，骗人的嘴，因为你被拆穿的竹轮。第12名是柠檬儿，今天怎么没有跟熊妹聊天？熊妹她今天有停留比较久的时间。第11名是浩毅，今天来得很晚，都准备要下播才看到你的行踪。第10名是杨公公，今天有补签卡吗？有哎，欸，今天第10名对不对？有补签卡，前十名有补签卡，太好了。这个播的时间好像也刚好吼，对不对？不然平常都比较难。第9名是，请你改掉你的名字，不然我念榜跳过你们两个。8、9名，谢谢。乌阿乌阿绿，好基友双人组，谢谢，跳过。第7名是玉鱼，今天好安静，好不容易上次有稍微跟你聊到一两句话，结果你又突然关起来了。第6名，许阿贝，你台湾来了，知道吗？我都要下播你才来，而且你的头贴超像欧乐 B 的，我刚认错，我想说，这头贴落日，
第五名是 Bossy， 我要你是次子，如果你换次子，我就换安妮亚，这是可以的吗？前提是要被通过哦。第四名是摸摸摸摸，属于那种真的怎么样都召唤不出来的类型，我总有一天一定要让你开口说超过五句话以上。第三名是晴天，我应该算是在里面跟你讲话最多认真成分的人，真的一半句都不容置疑。第二名是这个名字，你的名字一直在改，黑流星哈，你这个名字是不是有没有，你上次改这个名字好像是两三次前，对不对？越来越豪华了哈，黑流星。第一名 Oh my god， 第一名是钟毅，钟毅是第一名，本场第一名。钟毅在吗？请举起你的小手。你知道我可以想象钟毅现在的表情大概是他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兴奋，就是真的是超级，就是好像活力用不完，就像哇哇哇哇，每次都是这样哦。真的不记得你都难，不记得你都难，真的。天哪，你要 cos 安妮亚吗？人气应该很高哦。我不够罗啊，罗的话应该让栗子来吧。不对，栗子也不是罗。我觉得栗子很妙，他是罗的一个御姐之间，就是一个平衡值，你知道吗？我打死你，李乌诺！幻影战士来嘞！幻影战士太晚了！你说的，我下次换。我要先被同意再说。好了，我改名了，一样，你们俩看起来是一样的，都是 C W O， 所以我无视到你们，我要无视你们，本场无视你们。小梁，我应该会比较想 cos， 我认真回你。我最近有想在 cos， 我想 cos 蜜莉姆，但是有点露，而且他太可爱了，我觉得有点太神了，我没有办法模仿到精髓。之前 cos 五月还稍微有点像，因为五月比较像是那种日常生活会出现的女生。我哪里有啦？你的名字都会有一些星星啊、花呀、有没有发现？误会了，维基的排名有分正式生和研究生。秦翁有品杰柔绝丽，分正式，所以你刚刚是对耶没关系，反正无论如何，我们就先算正式生，这样子才有符合六姐，对不对？这样才有符合六姐。你是罗还是罗？我是。我好，那我不换了。谁叫你傲娇？你就傲娇啊！你继续啊！我就每一天每一次直播都提醒你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会被我烦到，不换都困难。我要来可爱三连拍。我今天跟那个咪酷拍照，怎么样？很宅吧？我真的觉得我年纪越大越油可以说自己油了吧？可是我还没有拆干脆他当作抽奖了，我想说不行，对不对？不行抽奖，这是一般赏，一般气，可爱三点拍一，可爱三点拍一，迷糊都怎么样？我没有那根啦。这样有像吗？JK 来晚了，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原来你是咪酷粉吗 ？OK， 我们就是这样拍，这样看起来有点敷衍，这样怎么办？因为我不敢拆套子，我想说这个如果要送人干嘛的，拆套子看起来没有诚意。动漫刘海赞呢？这样真的很中二，不然其实是想这样留，我想这样留头发，发型，这中间一点这样。动漫还有什么发型？动漫还有什么样的经典姿势？喵之类的吗？中二吧，笑个什么？你今天惹我还惹不够吗？你在笑？我都牺牲色相做这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了。但
太短了啦，它的长一点才符合。呆毛吗？不是动漫都很喜欢猫吗？还干嘛的？好中二哦 ！Oh my god！ 米莉姆的发型是不要啦，这个就是萝莉啊，不行，那要等 cos。我有点想 cos 米莉姆，就是不知道做不做得到，这是小愿望，自己小愿望。三，动漫还有什么？三，我是洛儿，集中二，阿娘，阿娘有什么台词吗？好奇问一下，阿摩尼亚，阿摩尼亚问你，应该问你比较准吧，对不对？阿摩尼亚应该是你碰最多。看到两点半还有人在直播，看是谁在挖苦，不是挖苦挖苦啦，那个很少，他其实很少说。安妮亚台词，但其实他已经慢慢的有在退烧了，你们发现这件事情吗？台词，我最近真的是被利姆路电到了、欸、我说史莱姆的样子，不是说人形，人形还好，这是史莱姆的样子，真的是。安妮亚彩蛋，他到底我记得他会讲一大串话，他会，我看一下哦，他有一段是什么什么叽叽哈哈，哇哭。嗯，好像只有写挖哭挖哭，哎，这已经用烂了啦！我要一些比较长的才会像。转身之不要，拜托，拜托，这种都退烧很快，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在那个网，不要讲网飞，就是正在连载中的一季结束之后，过没多久一定退烧，无论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你看连安妮亚这种都退那么快了，更何况是其他的。等一下，变心了，变心没有，我没有变心，我还是最喜欢咒术，我还是最喜欢咒术。等一下，我说利姆路是喜欢那颗圆圆的球。就想揉而已。我下次把那个，因为我的利姆现在在海上，我不知道是海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在运送中。我现在是揉给你们，它真的很可爱，尤其它在走路的时候，它会这样子堆堆堆。Oh my god， 好可爱，好可爱，我要疯了，我真的要疯了。天啊，猎人吗？别说了，我们先让猎人，我们先祈祷他会画下一画再讲。你说要改12:30，姐姐都同意哦，真的没有啊，没有说什么、啊，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例子可以作证，例子可以作证。怎么感觉？你说这样子吗？很可爱，想要捏烂它。也是，就像看到星之卡比一样。好了 ，everybody， 真的该睡了。两点半是真的太，有史以来太，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天，就是播最久的一天，播最晚啦，想说播最晚的一天。我们。我家床上有一个等身大利姆路大人，你喜欢他的人形哦？你喜欢他的人形？可是我觉得他的人形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被赋予性别，这件事情会让很多人没有办法真的那么特别对他上心吗？因为就是性别不明。我后来有发现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利姆路他的史莱姆的形态，可是不会喜欢他的人形。然后我就去找了原因，就发现好像说的蛮有道理的耶。现在不是下午2点吗？还是说史莱姆？哦，史莱姆心态，他史莱姆就这样而已啊。紫苑把他放在他的胸下，就是大概这样啊，这样子，然后抱着。啊，好可爱！我要疯掉了！哦，每个番里面都会有一个可爱的生物，或是讨喜的生物。人形的话应该对啊，所以啊，人形真的还没有史莱姆那样子那么有让人有感觉，你知道有感觉。好啦，睡了，真的
睡了 ，everybody。大家晚安哟，要记得去睡觉哟。有没有很像？晚安，品涵是大家，我要去睡觉了，晚安，下次见，晚安，拜拜，品涵爱你们，拜拜。